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是9月10号，2021年。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缅街跟罗斯福交界处，有位美女在卖N帽长袖衣，非常火爆。这些衣服呢，看起来是名牌的 ，Gucci， 是 Gucci 牌子，卖20块钱。各位朋友们，你说值得买吗？老板娘，你们这个衣服太丑。给老板娘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那这些衣服买20块钱一件。